好，咁我哋第12年嘅夏天啊，我哋为走紧第一次挑战下个月特注做准备嘅。OK， 可唔可以练下呢个太阳？咁头十力已经多咗一格啦，19。Schedule， 咁啊，大石鱼。OK， 咁啊，练下呢一个吧。好，咁就5月啦。好，咁啊，咁啊，练下 stamina 吧，走井。继续练向下啦。咁啊，山口。山口继续 control 吧。高桥。再练防守，谷原，咁啊变化球吧，
咗唔好晒。哇，你的 stamina 先。屋夫就练下投速，华山继续练 power， 咁啊腾奇都系练 power 吧，田中。臂力啦，宫本，宫本练下手外嘢，冇咁福田就繼續啦，上完都繼續啦，高田都是练 power， 然后铃木顺，佢哋个补给啊，田村，OK， 有冇练下补球啊？三下，继续练坚力。今夜的话就练走力坐腾，练步球，小林继续练走力，小野 power， 跟住呢个系又系小野啊，咁啊暴球。
企，咁我哋再练多个三格嘅第一练。可以的吗？哇，加好多。
OK， 咁啊，試驗呢個
中医啊。睇下先啊，咁就对呢个 E 下面都系 C D D C D D。OK， 咁即系最强都系 C 嘅啫。山口变化球，
对手系 E 啊，咁啊，咁就今集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次开始第12年嘅夏季元大会啊，咁啊，拜拜。